军第八军团指挥部位于高雄旗山地区，是捍卫南疆的重要军事单位，责任地区涵盖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三个行政区，主要负责南台湾国军部队作战指挥及军事管制。忠臣精实，国之干诚。忠臣二字代表陆军军风，干诚具有能御敌而尽保卫责任的意涵，也是本部队名，因此八军团又称为干诚部队，是捍卫台湾南部地区战力无限的南霸天，让国人因为有八军团的存在而能够更好更安心。天刚微亮的时刻，宁静的街道上传来阵阵轰隆隆的引擎声，这是当大部分国人还在休息的时刻，国军为了熟悉每一寸要保护的土地所传来令人安心的声音。在城市，在乡间，你都可以看到迷彩的身影，每一条街道上布满着我们守护家园的足迹。炎炎夏日的海边传来巨响炮声，这是我们守护家园的震撼与感动。一阵又一阵的怒吼声是激励自己的催化剂，是告诉敌人不要妄想破坏和平，也是宣告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八军团官兵时时刻刻为了保护国家而努力。因为我们知道和平并不是口号，不会凭空而降，而是靠实力，用实力展现能耐。为了国，为了家，面对威胁，我们愿意拿起枪对抗敌人；面对灾害，我们愿意拿起圆锹、十字镐对抗灾难。只要国人需要的那一刻，国军都会在第一时间勇敢挺身而出，因为这是军人从穿上军服的那一刻起永不变质的承诺。国军为中华民国，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而战，这是我们的使命及责任。作战不是比较飞机及大炮的数量多寡来获得最后的胜利，战胜的关键在信念，支撑信念的是军民一心，军民一心就是守护民主自由最坚强的后盾。因为国人支持越给力，国防战力越有力。有恁部队伫遮保护阮，予阮感觉足安心的，有八军团真好，赞！谢谢有这些国军弟兄姐妹帮我们保家卫国，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安全生活的地方。国军加油！国军加油！真的辛苦你们了。国军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国军加油！南台湾的艳阳沸腾着满腔的热血，燃烧着守护家人的斗志。我们将为保卫国家继续努力，也请持续给予肯定与支持。当从军成为年轻人骄傲的选择，爱国自然会成为全民运动，这将也是我们国家安全最坚强的时刻。
大家刚才在新闻剪影结束后，有看到第四专案区精彩的简介影片吗？看完单位的 introduction video 之后，真的能很快对他们的任务与特性有一个初步的概念跟了解。真的，相信很多单位也有制作相关的简介影片，欢迎向各军司令部投稿报名，就有机会让其他官兵同仁认识你所服务的单位哦。